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件好事吧，因为电子竞技运动变得更加规范了，然后我们以后也可以持证上岗了。以我们今天这个和平精英项目，一般职业选手最低标准也需要达到战神的段位。如果你想要成为一级运动员，那你现在就需要在2023年这个和平精英春季赛和夏季赛中取得前两名的成绩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。现在 PE2 联赛有20多支队伍，拿到前两名是很困难。英雄联盟，端游好久没玩，手游现在钻石赛，我觉得至少需要大师以上吧，